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子峰。你对职场性骚扰的认知有多少呢？职场性骚扰不只是触碰身体的任何部位哦，言语、书信里，只要对方让你感觉不舒服的话，都可以构成性骚扰哦。根据我国人力资源部资料，在2013年到2018年，有接近154家的公司投报哦。今天我们问问看，民众对于性骚扰事件，他们怎么处理？政府说，最近很多公司性骚扰越来越严重。这样你觉得性骚扰的定义是什么？眼睛看你算性骚扰，还是动你才算性骚扰？我觉得两个都属于是嘞。看你算吗？看要看，看任何人。这样看是没有问题啦。有些人看得很奇怪了，他不是这样直视的看，他可能是从下面看到上面，上面看到下面，就有点奇怪了。是那个身体接触性骚扰，不然就是语言哦攻击。只要是你不愿意被碰，就是没有在意愿的情况下，那个很猥琐的眼光，甚至有些人可能吹口哨，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，那其实是一种性骚扰。如果是发生在你自己或者朋友的话，你觉得你会选择沉默还是告发？我觉得告发会比较好。我觉得是看公司了吧，因为大的公司通常都会有一些条例来保护自己的员工。我觉得也是要谈的，不可以因为他的身份而就觉得他是没有错的。担心我谈了我就被炒鱿鱼哦。也没有问题，我们可以照讲那东西，是不是？这个在这个时代，我觉得是要照谈照讲，不然因为是讲没有了份工作，我们就不要去走回正义应该走的路。其实我认为，如果我们有一个意识性，已经是提起了，哎，你这样子已经弄到人家不舒服了，他下意识还会做的话，我看我会采取行动咯，就可能就是警方方面的还是怎么样的、啊？公司里面当然是去跟你的上司就是 report 咯，然后就让上司来处理。然后当然也要 keep away for 那个女生，不要再去接近那个男生这样。每一次当受害者就是有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人家第一时间呢，他们的反应是，那应该就是你穿的暴露，或者是你可能自己的问题，而不是说对方的自己的行为有问题。所以我觉得对受害者来讲，他们会就是算了，就不想要搞这么多事情。很多会觉得要省一事，省事情，加上通常会这样做。都可能会被上司更高等级的人去性骚扰，可能 you know 他们想要保持饭碗。我就会跟老板讲，如果老板不听的话，就以自己的方法哦去解决。对啊，以自己的方法解决，勇于去面对，然后去告发，敢的去告发。你可以通过很多方法自保，你可以可能很笨的穿多一点衣服。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建议，如果你觉得你的公司的人哦真的是比较奇怪猥亵，但你真的自己要保护好自己，衣服可能要穿好一点的。虽然我觉得穿短穿长 ，it doesn't matter， 这是你的自由。如果你刚好环境是这样的话，你就自己需要去变动。我觉得语言上可以先警告，而且我觉得性骚扰它有时候不是直接性的，就是它是蛮间接或者是有一点节奏的。所以你当你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，我觉得在没有撕破脸的情况下，你可以自己先退出那个整个情况。你要 speak up， 你要告诉他你现在是不舒服了哦，你要有给他有一个意识，哎，原来我这样子做是不对的。如果你第一步踏出来，让他知道他不对，他还做的话，那很明显这个人是有很大的问题了。有这个东西是好，有没有人去实行和执行，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管道，那受害者可以选择是去还是不去，他现在有了一个选择，那之前可能就会想说我不知道去哪。我觉得其实会有一个警惕的作用，但是始终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东西，因为可能没有证据。那我们也常常看到有时候是因为员工他可能要求一些东西然后没有，然后他就觉得，哎，那我不如说你骚扰我了，所以他很模糊。我觉得是50-50吧，可能是50-50，我不觉得完全吃灰了。不灰的原因是太麻烦，也是还是觉得不想惹事。我是怕是不想惹事啊。像假如他真的是开了这个单位，他去执行去抓，他抓到了，你觉得有怎样的一些的方式处罚会比较不会有在下一次再犯的？这个一定要真的跟各大企业一定要配合，这样可能就直接，炒他鱿鱼。啥叫监牢？都是我。坐监牢。啊哈。怎么嘞？对我来说，就是有时人你要得到应该的教训啊，一定要是在大众的情况下。被就是公开，有一点像是让大家知道说你犯了这件事情，有一点像是公诸于世的感觉，会让他完全没有面子，就让大家知道说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。那我觉得他要承担自己该面对的后果 ，you know lose your job， 坐牢啊 ，lock up 啊，罚款比较高的。Melissa 在一个
个 maybe 一个 system， 如果严重的话就可以考虑去开除他。